我们提到那个刚才提到的《异部中论论》这部论呢，它算起来就是分裂成20个部派。好，那有一些是不一定是18或20的。那在第二个图表呢，这个图表，它这边提到了，在20个部派呢，它有4个阶段的分化。那时间的不同，原因的不同，那经过这4期的分化，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部派。那这个呢，基本上我们都是以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部派为大纲，但是呢，它的内容呢，每一个经论它的说法呢，会有些许的差异跟不同。那为什么会有些许的差异跟不同呢？它主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部派所传不一样。那比如说，大众部跟上座部所传的，如果说是上座部，它所结集出来的，上座部会把自己的地位提得比较高一点，至中为是。如果是大众部，它在集结的18部派跟20部派，他也会把自己的那个部派，把它提高一点哈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会产生部派，它的位置不太一样哈，就是哪一部是由哪一部流出来的，会有所差别。那这个就是各个部派所传的它的这个分化的情况呢。各个部派所传不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除了在白板上，这几个不同的内容以外呢，我们也补充了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在初期大乘佛教起源与开展里面，他有提到18部派跟20部派的4种异说。另外呢，在圣严法师的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里面也有提到了一些，像这个南传的这个传说所以呢，大概会有到5到6组的不同的部派的组成，那提供大家做参考。那刚才提到的，那4种异说呢，我们先把那个讲义拿出来哈。那这边是提到18跟20部派的4种异说，它这个4种异说呢，其实它总共有5个说法啊。那它可以分成2大类，第一大类呢就是次同业部的，它的第一说，那底下呢它的那个组合方式呢，大众部跟上座部的部派大家可以参照。那第二组呢是在轻便的异部，异部中经释里面，那异部中经释里面他提到了底下呢，这个3个说法，那3个说法当中，第二说有2组，就是异部中论论所传的。那异部中论论所传的有说一切有部的传说，那第二呢是上座部的传说，那这边就有2组了。第三说呢是大众部所传的。那还有，这个第四说呢，是正量部所传，也就是不同部派所集结出来的18部派跟20部派是有所差别的。好，这个是在4种异说里面那它有总共等于是5组再加上一。圣严法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里面有一组，他是在讲，南传的，他的，部派的一个组合。那我们这个呢，
在上课之后呢，我们会把它附录在补充讲义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方便我们以后要参考的时候，那每一个不同说法，我们都可以参考。那也方便后人，对这些部派，因为非常的复杂，我们把它归类出来，大概就会，有这个，七八种的不同的组合方式。那我们今天，会跟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有两组哈，就是在第二组，二十部派的四阶段的分化分裂，还有呢第三组在北传佛教义部中轮论里面提到的二十部派。那今天所提到的，除了这三个内容以外呢，我们在这一节课也会提到了在部派分裂。分化分歧，它到底内容的差异不同是在哪里呢？那如果以北传佛教呢，我们说，义部中轮论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，还有大毗婆沙论。那尤其在说明十八部派跟二十部派，刚才提到说它很完整的去说明。那在这部论当中呢，它也介绍了。部派的分裂的情况，还有它的一些内容的，到底有哪一些内容呢？是大家有所争议的，有所不同的。那这些不同的法义，也延伸到，延伸到哪里呢？延伸到大乘佛教，所以我们也会把这部论它的大纲呢，也跟大家介绍。那另外呢？我们也会介绍四大部派，刚才提到说，前面提到四大部派呢，它略摄诸部，略摄诸部呢，就是把二十部派呢，四大部派也把它含摄进去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解的大纲。那第二节课呢，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在。我们中国佛教呢，用六大宗派含摄二十部派，那这个内容呢，在太虚大师还有这个印顺导师呢，他都有做这样的排比。那第二节课我们会把这个二十部派的它的宗义、它的教理教义，用六大派别去把它做归类，那以方便我们。面对这么庞大、数量这么多的部派呢，那它到底哪一些教理教义，哪一些派别是一样的，哪一些是不一样的？不一样跟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？那我们会在第二节课会跟大家跟大家做说明。那这些内容呢，其实简单的说，十八部派跟二十部派呢，其实就是空有之争。就是说，有一些呢是以有为中心，有一些呢是以空为中心，有的呢是空有呢参半。那这个呢就含涉到时间的问题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实有，或是现在有二世无，这些种种问题，看法不同，看法不同，意见不同，就产生分化、分裂、分歧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到第一项，刚才提到说，部派呢，它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的二部，那分裂的主因两个，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戒律的问题，实是非法，那第二个呢是因为教义的问题。大天五世而产生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，那大众部呢，它的划区基本上一开始呢，它是在印度的东部，所以呢，大众部呢，我们有时候会称它叫做东方系。那上座部呢，它是比较偏在西方，所以我们会说它是西方系。
那因为戒律的看法不同，跟教理教义看法不同，所以就产生这二部论。那因为佛涅槃以后，对佛的教说，佛的教说有方便说，有究竟说，那大家对他的理解呢，产生不同的看法。好，因为刚才提到这两个因素呢，就产生了这两部。那这两部呢，再分成三部。这三部呢，就是大众部，还有分别说部，还有上座说一切有部。那这个上座部呢，它一开始是分成两部，就是分别说部跟上座部，分别说部跟上座部。那这两个呢，如果说我们看它的内容呢，这一部呢也可以称作上座分别说部，这一部呢叫做上座说一切有部。那从有部呢，从上座部的这一部呢，再细分为说一切有部，还有这个独子部。其实我们如果从这边看的话呢，其实独子部呢，它也是属于它的教理教义呢，也跟说一切有部呢，其实也是接近的。那后来呢，这个独子部呢，它也衍生了其他的部派。那它主要呢，它的延伸的部派，比如说他这边独子部呢，他有法上部、贤走部，还有正量部、密林三部。那这四部当中，他主要的就是以正量部他的教理教义呢，跟独子部呢，他是比较相近一点的那部派也是比较大一点的。那所以一味的佛法合合一味。和合呢，我们提到说四合跟理合，四合呢就是六合敬，理合呢就是理合同证。那佛不在以后呢，就先分为两部、三部、四部，继续的，从这四部呢，在不同时间呢又产生不同的部派。那如果我们看第二组呢，在义语应顺导师的研究呢，他这边把它分成四个阶段。这四个阶段呢，就是二十部派呢，经过四个阶段的分化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配合这个义部中伦论，这两个说法呢，其实是不太一样哈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呢，其实都可以参考哈。那它这个四个阶段呢，第一个阶段是分成两部啊，那它的时间呢，大概是佛灭以后差不多200年左右也有说100年那佛灭以后这个前这个270年那这是佛灭后230年那这四个阶段呢，它的内容呢，主要的第一阶段，它为什么会分化成两部？就是因为戒律跟法义。戒律呢，就是实事非法；法义呢，就是大天五事哈，分成这两部哈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，它是依所持的法义的不同分裂呢。第二次的分化那所持法义呢，比如说一说部，那这个一说部呢，他提到说一切法皆无实体第二个阶段呢，是因为他法义的关系一切法皆无实体，所以呢，他是称作一说部。那比如说在大众部呢，他分为这三部。或是分为两部，这个也有不同的说法，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刮胡那第二个呢是说出世部，它也是法义的不同，比如说他讲到，世间法呢为假名，说出世嘛所以呢世间法是假名，它是一个假法。那他说世间法呢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我们说。说一切有部呢，他提到的三四法是假法还是实法？
三世十有，它是十法哦。但是这一部他说三世法的世间法，它是实法还是假法？它是假法，所以他是说，他这一部呢是叫做说出世部。他教义的不同呢，比如说，大众部呢，它分为到第二阶段，分为一说部、说出世部，还有记印部。啊，那这个记印部它的内容呢，这部论呢很特别，他主张呢过去跟未来它是没有实体的，但是啊，它是现在啊，现在有，过位是无体，现在是有，有部是三世有嘛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提到那个一说部呢，一切法皆无实体，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哦。好，好，那这一部基因部它也非常特别，它只弘扬金律论的论，它不弘扬金跟律。他说金跟律是方便说，好，那后面也有一部，它是只弘扬金的，好，所以呢，它产生很多不同的看法。那刚才提到说意见不同嘛，哈，意见不同它就会分裂的。那分裂呢，有大的方向分裂，也有因为一个偈颂不同，那就分裂了，也有这样的，所以有大问题的分裂，也有什么呢？小问题的分裂。好，另外呢，第二阶段因为所持的法义的分裂呢，还有这个从基因部分出多闻部跟说假部，那多闻部呢，他是这个部主呢，他是广学三藏，他叫做多闻，从部主的他的一个德行来立这个部派的名字。那这个多闻部呢，他用佛的五音呢，说佛说的五音是出世教。那还有呢，这个说假部，这个说假部呢，它跟基因部的说法呢又有点不同。他说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呢，它皆有少分是假法，不是全部都是假法。是少分假法，又一点不同了、哦、好，所以呢，又分为这个从基因部呢，又分为多闻部跟说假部。那这个是从这个大众部好、哦、这边，它从第二阶段呢，它分为这三部或是两部。那再从大众部这边有一个系统到第三阶段呢。那它分为智多部，智多呢，它是一个山的名称、啊、它叫林庙、啊、就是可能 有那个庙、啊、这林庙、啊、那这一部呢，在分、啊、东山住部跟西山住部、啊、因为他们都在这座居住在这座山里面。那第三阶段呢，他部派的名称，他依什么呢？人名，或是地名啊、哦，这个就是地的名称的啊、哦，地名哦，或是市名来分布啊、哦。那还有呢，上座部的分布，我们看上座部哈、哦。如果四阶段，我们看第一阶段呢，上座部呢，它分为上座说一切有部，也就是如果简称的话，就是上座部了哈。哦，那就是这里上座部。那上座部呢，上座的说一切有部，好，说一切有部呢是讲什么呢？三世实有，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，刚才这边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分别说部，他分别说在三世当中，二世是无的，这跟他不一样。什么是有？现在是有。他对时间观呢，他是不是实有，他是不是实法，他是不是假法，有产生不同这样的一个看法。
然后呢，从分别说部呢这边再分化成化地部、法藏部、引光部、视同业部。好，那从上座的说一切有部呢，它这边分成两个部分，啊，一个是说一切有部，那第二期呢的说一切有部呢，一直到第四期，它比较这个晚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是缩转部，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精量部，啊，就是那个精部啊，哈，那精部是他讲到那个种子，也就是唯识学的那个种子呢，就从这个部派出现的哈。那唯识学大概是从这个系统，如果中观呢，大概是这个系统说大空部啊。那这个说大空部呢，啊，它大体上呢，大概是从这个一说部这里啊，这边出来的哈，大概在这个一说部跟说出世部这个区域哈。那因为一说部呢，他提到说一切法皆无实体，皆是假名。那这个跟中观的他的教义呢是比较接近的。好，那在上座部呢，这边分为两部嘛，哈，就是这边的两部，哈。那上座的说一切有部，它又分为这两个系统，就是说一切有部跟独子部。所以独子部呢，它跟说一切有部呢，它关系是很密切的。那独子部呢，它底下再分成四部，啊，就是法上部、显走部、正量部跟密林三部。好，那它主要的系统呢，它底下比较主要的是正量部，所以它这边底下有一个正量。好，当然部派呢，它有大有小。那这些比较其他的部派呢，我们会在下一节课呢，会把它的细项的教理教义呢，跟大家做说明跟交代。那简单的讲，就是说在二十部派呢，它经过这个四个阶段的分化呢，那它就这些部派呢就产生出来。那我们如果说从区域来看，从区域来看，就是说在印度呢，我们如果从大众部跟上座部它的区域不同的动态来看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几张表哈。那我们先看到，在二十部派《异部中论论》这边所说的，它二十部派的分化的情况。那在佛世的时候，当然佛法和合一位，如水如合，就像水跟牛乳和合在一起。最初呢，分裂成大众跟上座二部，它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图表也是一样的。那最初分裂呢， 它大概在佛灭后百年，时间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的，因为这个不同的经论所说会有所不同。那最初分成大众上座二部呢，如果在《异部中论论》，他说他的时间最初的分裂是在佛灭后百年，分为二部。那这二部呢，第一个呢是九部，好，第二个呢是十一部，好，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哈。那我们看第一个呢，九部呢是这里大众部，大众部底下有八部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啊，那大众部呢，它分出什么呢？它在第一期分裂的时候，在佛灭后大概两百年左右，好，那分出三部：一说部、说出世部跟记印部，这是第一期。好，那第二期呢？
他是在佛灭后第200年中，哦，这都是中中中，然后后200年满了，哦，那第二期呢是分出多闻部，第三期分裂呢，它一样是在200年中分裂出说假部，第四期呢就200年满的时候呢，分出三部，智多三部、西三诸部跟北三诸部。那这个是在《义部中伦论》里面提到的，大众部分为几部？九部。那上座部呢，分成十一部。好，那十一部呢，我们先这样子算哈，一、二，好，这个二呢，应该是在说一切有部这里的哈。那说一切有部，其实就是说音部。那在十一部呢，是一，还有说一切有部的说音部，哈，这两部是一样。然后呢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哈，好。那这个十一个部呢？在《义部中伦论》呢，它上座部分下来是雪山部。这个雪山部呢是根本上座部，哦，它后来呢底下就没有了，哦，它后来就消失了，这个部派就消失了，哦，那但是另外一个系统说一切有部的这个系统，哦，它也叫说音部，它底下呢就比较多一点了，哦，那这个呢说一切有部呢，这个是第一期的分裂，哦，第一期的分裂呢，它是在佛灭后第300年，哦，那这个时间呢就相对的比大众部早还是晚，它比较晚一点，哦，大众部还比较早一点，哦，那这个说一切有部，这是第一期的分裂，在佛灭后第300年的初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它就分为几部呢？它分为四部：独子部、化地部、引光部跟金量部。这边也是一样了哈。好，这边是化地、法藏、引光，好，那这里呢，独子部呢，它是分成，啊，底下又分四部了哈，哦。那说一切有部呢，它这边底下分为四部，这四部是如果以义部中伦论呢，它是独子部、化地部、引光部，还有什么呢？金量部，这四部，啊，那这四部呢，我们看第二期分裂呢。好，第二期分裂呢，就是这个独子部，好，在佛灭后第300年，那分裂成法藏部、贤轴部，啊，支偶轴，好，还有正量部，还有密林三部，这是在第三期的分裂，在佛灭后第300年中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三期嘛，哈，哦，然后这个说一切有部底下的第二部化地部呢，好，哦，它是在哪里呢？它是在这个第四期的分裂，哈，哦，第四期呢，它是在佛灭后第300年，那这边应该是化地部之后再分裂成多一部的法藏部，那这是第几期的？第五期，因为这个比较早嘛，这个再分化成这个，哦，它是第五期分裂，在佛灭后第300年中。那接下来这四部的第三部引光部，它是在第几期？第六期分裂出来的，在佛灭后第300年末。哦，所以这300年当中，300年的初，
三百年的中，三百年的末，啊，他就从说一切有部呢分成独子部、化地部，还有引光部。那最后一起呢，啊，它是分裂出金亮部。第七起的分裂在佛灭后第四百年初，啊，佛灭后四百年初。那这个是《义部中轮论》所说的。好，分裂成二十部。那我们北传佛教呢，这部论呢，它是特别针对部派有详细的一个说明。好，所以这部论呢，大家可以去参照。那这部论有一本注解书是窥基大师的《义部中轮论述记》，好，他有注解这部论的一些内容。好，所以它的分裂呢，我们从大众部、九部，好，刚才提到说，好，这边从大众部开始算，哈，红色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以上座部算十一部的话，好，这边是有九部是有算大众部，但是上座部这边就没有哦。这边我们看下面哈，十一部是雪山部、说一切有部、独子部，这部没有算哈。一二三，法上部、贤轴部、正量部、密林山部、化地部、法藏部、引光部、金量部，这样总共是几部？十一部，九部加十一部就是二十部，好，那二十部呢？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来讲，算上面一到九，算上面九嘛，哈，九部嘛，上座部十一部，九十啊，应该十在这里了哈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好，这个就是，总共是二十部。那二十部呢，它的这个分裂呢，有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的，它的一个分裂哈。如果我们对照，也对照这个表，啊。二十部派四个阶段的分裂的表呢，那我们用图表来看它的动态的分裂，它经过几期的分裂嘛，那我们把两张的图表拿出来，一张彩色的，一张黑白的，然后呢单张的讲义，那这个是在印顺导师的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的第57页，他这边也提到的部派思想泛论里面提到的他的分化的情况。那分化的情况呢，我们看到彩色的这张表，那它分为大概主要是三次，如果第一次不算的话，上座部跟大众部，第一次如果不算的话，那我们看那个水蓝色的大众部写三个很大的字，好，那大众部我们说它是在印度的东方还是西方？东方。东方，好，底下呢有毗舍离，好，还有央伽，好，那上座部在哪里？在西方，好，在大概摩托罗跟居散尼这个地方啊。那我们如果说对照大众部，然后这张彩色的对照到黑白的这张图，我们说大众部呢，如果在离毗舍离比较近一点的，它有五个部派嘛，哈，哪五个？一说部、说出世部、基印部、多闻部、说假部。好，从大众部
而分裂出来的，比如说像一说部啊，说出世部、基印部、多闻部、说假部呢，它其实也靠近在西印度还是东印度，它也是在东印度，离毗舍离不远的那个毗舍离下面啊，摩羯陀国下面那个地方哈、啊，大概就是东边的那个区域，它跟它的划区有关呐、啊、哈。因为在印度当时不方便嘛，哈，所以呢，它其实它的延伸大概就是，啊，会有这个互相的影响。那我们看到那个它再往下，它就产生三部，叫做智多三部、东山住部，还有什么西山住部，它就一直往这个南印度这边延伸了、哦。好，这个是大众部的情况。那如果上座部，我们看彩色的，啊，它是在其实比较西，还有中印度那里啦，哈、哦，像居散弥是比较中间的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如果看彩色的那一个表呢，它是从毗舍离，然后乌图，然后到哪里？暗达罗啊，暗达罗呢就比较偏在这个中南印这里的哈，好，那如果我们看到上座部哈，上座部呢西部那里啊，它就往这个阿盘提，往这个优禅尼阿盘提这个地方啊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对照到黑白的这张图，啊。如果上座部摩托罗附近呢，它有大概五个部派。好，如果黑白的那个地方，啊，黑白的这张图，在摩托罗附近呢，它大概有几个部派？大家念一下：密林三部、正量部、法藏部、贤走部，这属于独子系的哈、哦。这四部是不是独子系的？是哦，好。那这个是上座部的嘛，哈，上座部在哪里呢？比较在西印度这里，哈。那西印度的上座部呢，它往下黑白的这张呢，它往下，啊，往下呢，它又产生了三个部派，啊，就是化地部、法藏部跟什么呢？引光部，啊，这个化地部。法藏部，你看这是同一个系统嘛，哈，引光部，它就一直往下了，这是往南派的。那往北的呢，就是往北是什么呢？啊，说一切有部哦，你们都很会看图哈、哦。那我们就对照这两张图的内容呢，就是从我们大概从刚才提到的这份讲义，好，我们看到讲义的内容。讲义呢，他提到说，部派思想的分化呢，是由于区域语言的不同，还有思想偏重的不同。那地区文化的影响，好，我们看地区哦，它，我们现在就从这份讲义对照到这两张表哦。讲义说，大众部在哪一方？东方，以毗舍离。啊，或是吠舍离、央伽一带为重镇，啊，我们的彩色版的有没有毗舍离跟央伽？有，上座部在西方，啊，上面有写一个上座部，与居散弥跟摩托罗为中心，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两点？有，这两点的距离有没有有点距离？是不是有点距离？所以你看那个上座部的划区大不大？看起来是蛮大的哦。好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他底下要讲大众部哦。他说，大众部向东传部而入南方。好，那他是经哪里呢？经乌图。好，那个彩色的表，然后迦林迦。好。迦林迦那个黑白的那张，哦，有，它也是跟
离乌图也是不远的哈。然后到达了安达罗，好，安达罗啊，那个位置也有嘛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大众部呢，它的动态的分化的情况是这样的哈。那我们再看西方上座部，西方上座部呢，他说有志居散弥等南下，居散弥就是在中间那里哈，那个字有点不太清楚哈，就在那个分别说部的上面那边有一个居散弥哈，南下往南，经哪里呢？啊，经那个优禅尼。而到达哪里？到达阿盘提，好，往下再稍微感觉好像是往上，是吗？好，好，那这个画区感觉也不小哈、哦。那成为什么呢？成为上座的分别说部。好，上面是上座部哦，这里是什么呢？分别说部，我们说上座部有两个部派嘛，两大部派，一个是分别说部，一个是什么呢？说一切有部嘛。那上座部呢？这是分别说部。那还有一派呢，是说一切有部。说一切有部呢，他就从那个摩托罗那个地方有没有哈，就往上了哈。他到哪里？祭宾跟犍陀罗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啊，迦斯米罗这个地方就是说一切有部了。那我们如果看到课本，哈、啊，西方上座部呢，刚才提到说他到达了阿盘提呢，成为上座的分别说部。那分别说部呢，有印度本土的分别说部是吗？还有什么呢？南传的赤铜叶部的分别说部。所以他说阿育王时代分别说部当中有分化到嫩伽岛，嫩伽岛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，也就是锡兰，那成为赤铜叶部。那留在印度的分别说部呢，以南方大众系的化区呢相衔接，然后他再分化出化地部、华藏部跟荧光部。所以我们如果看到黑白的这张表，好，上座部它往南分成三个部派，就是化地部、华藏部还有什么呢？荧光部，这个是南派系的往南啊。好，他这边提到说，因为这三部呢，他的思想，上座部有一些跟大众部思想也是接近的哦，所以他提到说思想都接近大众部。他举到义部中论论说，他说法藏部语义多同什么大众部之，好，就是他的法义呢有很多跟大众部是一样的，影光部余意多同法藏部词，哈啊，这个呢就是啊两部它内容啊它是相近的。然后他这边提到说化地部等三部，化地部是刚才所说的南派系的哪三部呢？化地部、法藏部还有什么影光部？他说这三部呢，后来也留到北方，好，所以他这个也有留到北方的哦。那接下来就要说那个说一切有部了。说一切有部呢，刚才提到说上座部的话区是摩托罗跟居散弥嘛，哈。那从这个摩托罗向北发展，好，我们说那个常常讲到说说一切有部是西北印嘛，哈。他向北发展，到达了犍陀罗国。犍陀罗国呢，啊，有一个大人物在那边出生，是谁？世亲论师。
世亲论师哈，说他论师哈，啊，部派说他论师哈，啊，因为他后来这个回小向大哦，所以我们也称他叫世亲菩萨哈，所以你要称他论师跟菩萨啊都可以。那说一切有部呢，他从摩托罗向北发展到犍陀罗季宾一带，啊。那个季宾呢，它的范围也蛮广的哈，大概就是，犍陀罗啦，那个迦斯米罗啦，哈，都是在这个区块。那这个区块呢，是说一切有部哈。现在的地图来看呢，这个区域呢，其实它是我们从亚洲。一直到印度、欧洲，好，犍陀罗国、季宾、迦斯密罗，这个是一个政治、经济、政治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好，所以这边的文化呢，其实相当的也算相当的高，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讲义底下呢，他又说由。居散弥摩托罗而向东、向西发展的是独子部的增量，的增量部。所以我们在彩色的这张表啊，那我们可以看从摩托罗往东或是往西，它都有那个独子部有没有？所以独子部的划区也怎么样？哦，它的划区也很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。先从这个两大部派在印度动态的，从这个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啊，它这样的一个分化的情况。那部派佛教呢，之后呢就产生大乘佛教，它大概是约西元前一世纪呢。啊，大乘佛教呢就产生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看到《义部中伦论》，刚才提到说，讲到二十部派呢，在这一部论呢，啊，他讲的非常的详细。那在这部论，他的这部论的整部论的大纲，啊，我们这边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如果大家对部派佛教有兴趣。可以用这个大纲来读这部论，好，那这部论呢，它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略述诸部，第二个呢是广陈诸部，它的教理教义。那略述呢，它是大概简略的分裂的概况。那分裂呢，我们说有根本分裂，跟支派的分裂、支末的分裂。主要的、次要的，主要分裂呢，它分成两部，啊，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，啊，这边可以给它写大众跟上座。那诸部分裂呢，就是大众部的末派的分裂，跟上座系的末派的分裂，啊，它也可以，分成，这样的两部。那这两部呢？如果以义部中伦论，大众部呢就是九部哈，上座部呢就是十一部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他在内容上面呢去说明这两部大众部跟上座部它的分裂的情况。那实际上它的内容呢，它主要的分别的是大众系的。教理教义，还有有部系的教理教义。那这里呢有提到，大众等四部啊，它的本中同义，还有大众四部的末中意义。那这个本中同义跟末中意义呢，如果读这一部论哈，因为它前面。从前面到后面都讲本中同义、末中意义，好，那
他这个内容是在说什么呢？同义跟异义，我们先看同义跟异义了哈。同义就是教理是一样的，有两组的内容是一样，就是说教说是一样。因为我们要比较两个人，比较两个部派，第一个要比较一样的，第二个要比较什么不一样的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有部系跟独子系呢，它是同一个部派的，它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叫做同义跟什么呢异义，这是第一个。那这个本宗跟末宗呢，它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说分派嘛。那比如说化地部跟有部呢，化地部跟有部它是什么关系？化地部如果跟有部它是什么关系？化地部是从有部流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分裂出来，分化出来的嘛。那这两部呢，如果讲说本宗同意的话，就是说他们的教理是一样的，本宗同意，这是第一个本宗同意的意思。好，第二个意思，比如说化地部这一部呢，他后来又分化成其他部，都是同一宗哦。好，同一宗呢没有分化的时候是同意，本宗同意，化地部它分裂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，就是末宗异义。我再归纳一下，这个在窥基大师的《异部中伦论》的述记呢，他有解释到这两个解释。那一般我们在读这部论，都从他的本宗同义、末宗异义看到这个，这里解不开，解不开你整部论的内容都解不开。那他有一个很好的譬喻，他说假如化地部从说一切有部流出，化地部是从哪里？说一切有部这样流出来的嘛。好，他说第一组这两部初起争论的时候，这两部因为那个一开始呢，当然会本来意见一样嘛，后来意见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意见一样，好，化地部跟有部本来意见是一样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本宗同意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开始很好哦，两个人那个有部跟化地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，本宗同意。后来意见不一样，他说分部之后，化地部呢，他可能会增加一些教义，增加教义就跟有部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了哦。那不一样，它就叫做什么呢？末宗异义，本宗同意，就是这两派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意见是一样的，本宗同意。到后来末，大那个有部跟化地部意见不一样了，意见不一样叫做什么呢？末宗异义。所以这个本宗同意跟末宗异义呢，从两个角度，第一个角度是两个部派不一样，有部跟哪一部？化地部，一开始一样叫本宗同意，后来意见不一样叫做末宗异义。意见不一样不能同意哦，是异义哦。好，这个，部派佛教
就是头脑要稍微清楚一点哈。那这是第一个说法，窥基大师呢又讲第二个说法的本中同意跟末中意义啊。那刚才是两个部派嘛，对不对？有部跟化地部，现在我们只针对化地部。化地部本身会不会意见不一样？会不会？会，一开始一样，后面不一样。一开始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同中化地部的，一样叫做什么呢？本中同意。后来我们这一中到后来呢，意见不一样，叫做什么呢？末中异义。所以本中同意，末中异义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呢，是有部跟化地部这两个部派可以有本中同意跟末中异义，化地部本身自己也可以有本中同意跟什么呢？末中异义。好，所以这一部呢，这部论哈，如果把这个部分哈，把它理解清楚，这个呢，我们下课之后呢，会把那个窥基大师的这个部分，他的文哈，给大家分成两段，把它附在那个科判图表上面。你们可能看一次不清楚哈，看个三遍哈，然后再加一杯咖啡哈，就看清楚了哈。那这部论其实你如果把这个本中同意跟末中异义把它分清楚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部派跟那个部派一样的意见是什么，不一样意见是什么。这是 A 部派跟 B 部派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自己本中相同的义理，本中同意跟本中的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看法，这就叫做什么呢？末中异义。那你分别清楚之后呢，你就会很精准的去把十八部派之间不同的看法、相同的看法，好，这个部派呢，它是互相的交杂在一起的。比如说独子部又跟有部的中义又有点类似，那独子部呢又分成四部，那独子部到底跟它有哪些是一样，有哪些不一样？独子部跟这个不一样的叫做什么呢？末中一一样的呢？本中同意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这边呢，他就有提到了这边有四部的本中同意，这里是讲的最多的哈。那最多的部分就是在讲大众部呢，他提到了佛陀观哈，比如说他讲到那个佛陀是无漏的，那上座部呢，他认为是有漏哈。那还有菩萨观、智士观、圣果观、教法观哈。那本中同意还有本中异义，那从大众部还有出其他的部派，其他的部派他这边也有罗列出来了，我们这边就把大纲列出来而已。那详细的内容其实可以看里面的一些它的互相的比对。这部论呢我曾经在佛学院教过，它其实内容如果用图表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，它一比对呢，其实每一个部派它的那个义理的差别，一样的不一样的，就很容易的把它差别出来。那它这边比如说像多闻部的本中同意，说假部的本中同意，三三部的本中同意，三三部就是这个，它这个跟那个住的地方有关，总法官、杂法官，还有雪山部、独子部，那还有化地部，还有法藏部、金亮部，法藏、引光、金亮部，它的中义，这是特别把它的特别的内容呢介绍出来。我们今天呢不介绍各个部派的中义，它的教理教义，我们是在下一节下一次上课。好，这里呢
又提到了四大部派呢，略涉刚才提到的二十部哈。那四大部派呢，就是我们最前面提到的啊，说一切有部，独子部。